我自己来。好。我的灵赞美你，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上帝一次开口，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我的灵赞美你，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向你一次开口，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太阳升起，新的一天来临，我心和胆歌唱你荣耀，不为过去忧愁，也不管接下来如何。在黄昏时，我仍要赞美神，我的灵赞美你。所有赞美你的生命，向第一次开口，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我的灵，我的灵赞美你，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向第一次开口，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你是慈爱，从不轻易发怒，你名贵高，心却燃亮。面对我好，我要扬声歌唱，换个理由只为歌颂你。我的灵赞美你，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
完整的，可是我尾句刚刚其实还没有加过，所以尾句会有好几次，尾句可能会有三次，我应该会在三次然后冲上去。所以刚刚其实还不用上去吗？还可以再做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有时间。那我们从第二次的那个你因为他已全然两身，从后半好不好？因你的美好，我要扬声歌唱，这边可以吗？因你的美好，我要扬声歌唱，千万个理由只为歌颂，千万个理由，千万个理由只为歌颂，千万个理由，像刚刚这个应该就会是第二堂，就会在这边 end 掉了。感谢，我们要走圣餐呢。